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孩子。这一集开箱 Descendant 跟 Roy Herman 联名的一些单品。那其实这些单品以前都发过了，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食品的颜色。那这一件的话是两件式的长袖，它的这个深 Roy Herman 用这个深蓝跟它本身有点灰的咖啡色，有没有？这个条纹间隔，我觉得这个实色配得很好看。那细节的话是一样的，就是胸前口袋这个小标，有啦，比较不一样就是多车了这个 Ron Herman 这个标，看到吗？可能有点不清楚。OK，然后呢，再来的话是衬衫，一样也是发限定的深蓝色配色，然后在底下这边有一个小标。深蓝色蛮好看的哦。再来的话是短裤，短裤的话这一件 beach shirt，做的比较就是以海滩风格的短裤为主。那这一件的话，我觉得它的料子蛮好的，但因为 Ron Herman 它这个深蓝色已经发完了，这一件目前是买不到。可是它其他色，我记得还有军绿色吧，还是黑色。还可以再追加，这一件的料不错，刺绣的。然后后面这边有，因为一般的这种做松紧带的很少会有这个裤耳，可以去让你扣东西。那这个设计是我很喜欢的，就可能你去海边啊，然后小东西真的可以放在第一个前面这个小口袋，那还可以在这边挂钥匙。其实你一般休闲出门这件短裤真的很推。OK，然后再来的话，还有一个是帽子，帽子没有拿到。这顶帽子也是发 Ron Herman 限定的深蓝色，实色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一样，目前 Ron Herman 系列基本上是买不到，但是一样款式的其他配色都可以追加看看。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在下面的连结。另外，记得追踪，拜拜。